前就是我们有一个电影专业的环节叫 A， 就是佛理，就是对着画面做写实音效，这叫佛理。我也必须讲，胡师傅在好莱坞也是一等一的 Foley artist。我来了。可是观众又不知道，这个是后面我们事后加的。在这边待了四十年了，说实在的，你说像这一块，他都已经把它压缩了。我觉得会有很难找的声音没有错，但是最后一定会找出来。我都有准备的，这张还是我儿子。好，来预备。以前的都是事后配音的。配音员不是你声音配上就好，对到嘴就好。为什么？就是我感觉，这有音乐才能帮助他的戏。他们做对做电影声音的概念，也希望走向写实。我觉得 Foley 很重要的是，他会偷偷摸摸的让这个戏的情绪更凸显。